汉字气，气体的气。最早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山。中间也画短了一些，以为这个云气重叠而中间比较虚的这么一个形象。后来呢，他就害怕和这个山分不清楚，就在最上面这一画加了一个区，再过后来又在下面又加了一个区的。现在变到现在就能看出来，像现在我们常用的这个气流，这就是这个气质的一步一步的演变。